国家张毅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成为了帅气无双的大师兄，同时也是门派唯一的男弟子。虽然实力普通，但我玉树临风，唱跳 rap 样样精通，琴棋书画个个一流。无奈的是，大家只在乎我的颜值，却忽略了我的才华。大师兄好帅，大师兄好帅呀、啊！唉，可惜靠颜值吃饭的人生走不了多远，毕竟在修仙的世界，境界的实力才是王道。唉，每天都被师妹们打扰修行，这种生活我一天都不想过。等我修炼变强，就去外面浪一浪。本来想躺平下去，猥琐发育，早日修炼成仙，万万没想到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全息投影。恭喜您获得天命系统，攻略天命角色即可获得奖励。天命系统？什么鬼？新手任务：向美女师尊表白，表白成功，修为提升。奖励至尊圣体，表白失败，终身为狗，失去生育能力。任务限时10分钟。坑爹呀、啊！和师尊表白，这不是作死吗？而且失败了变成狗就算了，为什么还是阉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天命系统像是一种神秘的开挂系统，它的出现改变了我原本躺平的人生。师尊月瑶乃是一代强者，性格清冷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人称无情仙子。曾有无数男弟子对师尊动心，结果全被废去修为，打出师门。也曾有各方强者求婚，还想霸王硬上弓，结果大家都成了体面人，走得很安详。唉，我不为情所动，才苟活到现在，成为了唯一的男弟子。而如今我却遭遇了这个坑爹系统，生无可恋了。张毅，张毅，为何在此沉思？哎，师尊，你闭关结束了。师尊好美，我好怕。多日不见，来看看你的修行状况。今日如何？是否有女弟子为你倾心？回禀师尊，徒儿一直刻苦修行，不为情欲所动。可恶，根本不敢开口表白啊！已经有900名弟子因为动情被我赶出道宗，还好你道心坚定，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可是，弟子觉得，如果连喜欢的人都不敢表白，那修道还有什么意义？师尊自己都没谈过恋爱，又为何一意孤行倡导无情修道呢？所以你想说什么？其实18年来我对师尊日久生情，道心早已掀起了波澜，忍不住想说，师尊，我喜欢你。张毅，你太令为师失望了，本以为你能有所成就，只可惜动了情欲，自绝了后路，触犯戒律，哪怕你入门18年，为师也要将你血脉斩尽，逐出道宗。我根本撩不动师尊，时间也不够了。不过危急关头，我怎么想起以前的事了？师尊，你还记得吗？3岁的时候你带我入门修行，7岁时我达到筑基期，你第一次夸我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你的笑容。一儿真棒，以后有机会出去历练。一儿只想陪着师尊。10岁时我到达结晶期，你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饭奖励我。一儿，好吃吗？15岁后我修为停滞，你依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鼓励我坚持修行。不过，我遵从师尊的无情之道，不会强人所难。张毅，那里是断崖。师尊，来世相逢，爱你如初。啊！
哭了，我的御空术还不熟练，我张毅不但要变成狗，还要被摔死吗？不要命了，为了情有必要吗？不是为了情，是为了师尊。住口！表白成功，奖励 S 级至尊圣体。哎，任务居然完成了，难道师尊心动了吗？张毅，你已经失去了前程，今日我是要将你赶出道宗，好自为之。至尊圣体觉醒中，啊，力量涌出来了。至尊异象，大师兄觉醒了，师兄终于顺利突破了。娘，觉醒圣体了。是道宗的方向。古人言，至尊一出，显露覆灭。这是带有诅咒的圣体，修士的末日要来了。恐怖如此，人族出现至尊了。至尊圣体融合成功，恭喜宿主升级到化灵境界，修为突破，我真是嗨到不行了。天赋觉醒而已，和今日毫无关系，还是担心一下自身安危吧。你觉醒至尊圣体已经惊动了敌对门派。至尊圣体是吸收天下气运的体质，会阻断成仙之路，我威胁了很多强者的利益，我成了公敌，一些强者肯定想铲除我。情况紧急，我送你离开道宗避难，至于敌人由我对付就行。我不会走的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我应该独自承担，怎么能让师尊。哼，想走你们走得了吗？糟了，有强者入侵。道宗惊现至尊异象，我等特来祝贺。道宗之事与尔等何关？多管闲事。听气息来看，觉醒之人应该是张毅师侄吧。他当你这个老女人的徒弟屈才了，不如交给我地宗培养，入门赠送特殊福利。我徒儿乃是人中龙凤，岂会去你青莲妖婆的地宗？师尊说的对，你这个老女人。还是来天总吧，必须来我封城，资源多多，休闲一条龙服务，还有机会到大周王朝当官。我这里美女如云，又有上古道法，可助张毅师侄修行。我的至尊圣体会吸收天下气运，争夺修仙机缘，你们自私自利，怎会助我修行？说什么呢，我们是真心想培养张师侄，不存在邪念。叔叔我呀，只会心疼张师侄，怕不是想把我当成棋子，拿来培育炼丹，日后夺去修为吧？别怕被人利用，被人利用至少证明你有价值。放肆！我道宗的弟子，绝不容你们争来夺去。张毅就算离开道宗，也只能被我赶走。想让我加入你们，做梦去吧！我永远是月瑶师尊的人。想不到平日里沉闷的张毅，如今却能挺身而出，树立我道宗的威严。阿雷阿雷，看来只能来硬的了。道经有言，得不到就要抢。张师侄，乖乖当贫道的掌中之物吧。酒酒不吃吃罚酒，哼，不识好歹的臭小子。你们三个妖孽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啊。放肆。来，师尊莫慌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不愧是至尊圣体，这种力量必须为我所用。好强的力量，快扛不住了！都住口！张毅是我风无极的人。你们两个再不用力，老娘就双手不干了。徒儿，一起加把力，拿着他们。是，师父。啊！
走开！师尊，师尊，你没事吧？我并无大碍。师尊为了保护我，居然用身体抵挡爆炸的气流。乖乖交出张毅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只要我月瑶还有一口气在，你就休想带走张毅。老女人，你要为了张毅一人与我等为敌吗？捍卫道宗，守护大师兄。啊！就算道宗有师尊在，也无法同时和三大门派为敌。不行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，直接连累整个道宗。争端因我而起，与道宗无关。我张毅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胆识，那就乖乖离开道宗吧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对你动粗的。封城永远敞开大门，只等张世之进入。师尊，我走了之后，您要保重身体。道宗还需要你。混账！你想被他们带走，然后活活炼成丹药吗？可是……别说了，我道宗弟子由不得别人欺负。今天他们要是把你带走了，事后我道宗的弟子走在外面都要抬不起头来。多说无益，一起打倒老女人，去抢了江毅，那要看看你们的本事了。那是一光，天空又射一光了，又是一象，似乎是传说中的重瞳圣体。是我天宗的方向，我门下的弟子觉醒了。修仙界这么内卷吗？连圣体都是一个个抢着觉醒。天宗有了重瞳圣体，以后恐怕更加强大了。什么狗屁至尊圣体，什么张毅，日后都会是我重瞳的手下败将。老尹们，天下都将以我为尊。恶魔的招弟，说好了一起共患难，自己看到希望直接先跑了。如今重瞳和至尊两大圣体现世，可以互相压制气运，危机自动化解。如此看来，我等也没有久留的必要了。就这，之前的嚣张气焰呢？所谓的正派强者，都是欺少怕多的玩意儿吗？我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先走为敬。巧了，我也有急事处理，我也溜。老妖婆得罪了道宗还想走？啊，张世之，你干嘛？啊，这个我这个……下次见面我就不客气了，要狠狠地折磨你。老妖婆，慢走不送，下次记得买条结实的丝袜。丁，触发天命任务。任务内容：获取青莲道长的贴身衣物，成功奖励大道果成衣，蕴含天道之力。失败奖励：增加厄运值，霉运缠身，实现三天。变态系统，黑丝碎片不香吗？还要什么贴身衣物？这是纯纯的作死。虽然这种事情我张某人一直想做。张毅，今日表现不错，让我刮目相看了。那是当然，毕竟我是师尊调教出来的徒弟，还不知师尊给我什么奖励。奖励？你表白触犯门规的事还没算账呢，关在水域一年，或者鞭刑五千次，自己选一个吧。那还是算了。眼前当务之急是对付各大门派，道宗目前已经被很多强敌盯上。我觉得可以先下手为强，不如一天后我借论道的名义拿青莲老妖婆的地宗开刀，探一探他们的弟子实力，顺便扬我道宗神威。这样也好，如今先发制人，可以提前化解危机。我会派几位长老暗中保护你，顺便派一名漂亮弟子与你同行。漂亮弟子同行，一定是甜美性感的师妹。我可以的，到底是谁呢？是大长老的爱徒张洛燕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的天赋如何？有没有机会接近圣体呢？大师兄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师尊还真让这家伙跟着我。大师兄，听说你突破了化灵期，是真的吗？闭嘴！这次和我出来有三个要求：一，不许乱说话；二，不许擅自行动；三，一切听我安排。是，
大师兄真无聊。这个师妹张落雁真的堪称猪队友。上次一起外出历练，这丫头去魔教偷吃丹药，害我被人追杀了几百里。哎，人间疾苦啊。话说回来，先前觉醒重瞳圣体的人乃是天宗弟子李浩然，师兄要小心了。知道了。曾经在一次文斗大会上，叶浩然输给了我，对我怀恨在心。如今他觉醒圣体，以后注定要以武力复仇了。我为至尊，他为重瞳，两大圣体相生相克，这一切是宿命吗？对了，师兄，我们不是去地宗吗？那里是不是很多好吃的呀？别提吃的了，这次再敢坑我，我绝不饶你。啊，知道了，人家只是问问嘛。就知道吃。两个小家伙还挺和睦的，希望通过这次历练都能够有所成长。不过张宇之前为何那般动情，非要向我表白？难道情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是他是他，就是他。道宗的张宇师兄来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久违久违。哇哦，好多人耶。我去，原来哥在别的门派这么受欢迎吗？我看过张师兄创作的文集，简直神来之笔，可否深入探讨？张师兄，今晚可否共同赏月？张师兄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张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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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师兄。这个人一看就是敌人的奸细，而且是和我们抢师妹师姐的渣男奸细。就是就是，不可能，他长得那么帅，绝对不是奸细。什么？你居然说他长得很帅？我也觉得张宇师兄很帅。张师兄，张师兄，张师兄。张师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了。张毅前来论道学习，还望前辈多多指点。没想到青莲道长还有正经的一面，丝毫没有了莽浪之气。啊，他好大哎！既是论道，就随我入门雅座畅谈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前辈，为何只让我一人随行？希望张落雁那丫头不会捅什么娄子。你师妹还太小，道行太浅，还论不了道。你我机缘相投，了解彼此的道行深浅，才是论道的最佳组合。原来如此，我悟了。这论道正经吗？我怎么有种羊入虎口的错觉？到了，就是此处。好，这里是卧室。一遇张毅深似海，从此眼中再无人。张师侄，你今天落入我的手掌心了。人不简单，男孩子在外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不过利用青莲道长，或许可以完成系统之前发布的任务，获取青莲道长的贴身衣物，成功奖励大道果成一，蕴含天道之力，失败惩罚增加厄运值，霉运缠身，实现剩余4小时。张师侄，别着急，洗完澡再论道嘛。也好，那就一起来戏水呀。我先去准备沐浴的花瓣，你速速跟来，莫要让我等急了。前辈放1万个心吧。非礼勿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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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礼勿视。好机会。老妖婆，你的衣服我就收下了，后会无期。正义，正义，本道不会放过你的。
任务完成，马上开溜。万一被青莲道长追上，那可就惨了。一物任务完成，奖励大道果，乘一，蕴含天道之力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又给我闯祸了？大师兄，我这是从地宗的树上摘了一个果子吃，没想到被人追着打。你这个吃货，我就知道。算了，和我一起逃吧。给我站站住！我去，要不要这么多人？你也太拿仇恨了。走吧，我们还要暗中保护张毅。居然起晚了。师兄为什么要逃呢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终于找到他了，少主，就是那个小萝莉，偷吃我们种植的柱果。看你还往哪儿逃！啊，糟糕！这是地宗宗主的女儿君无艳，居然遇到了这个可怕的妖女，她可是远近闻名的虐待狂。妖女，原来是你，臭妹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这两个家伙居然认识，那可真是冤家路窄了。哼，你们两个怎么扯上关系了？哼，上次下山时候，这个妖女抢了我的限量板糖葫芦，害我追了半天，最气的是没有追上她。切切切，不就是一个糖葫芦吗？明明是我买的。真是搞不懂这两个吃货。别想转移话题，今日你偷吃我地宗的猪骨，理当重罚。区区猪骨，我张毅陪你便是，用不着拔刀相向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你了。不过要赔的话，就先让他向我道歉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有没有资格让我道歉。这就打起来了吗？女生之间的决斗真可怕。不过借此机会，正好让张洛燕这丫头实战训练一下。修士前期的等级分为炼气、筑基、结晶、金丹、化灵、元婴、化神、渡劫。从气息来看，张洛燕和君无艳都是金丹期实力，想分胜负的话，只能看法术技巧了。实力不错嘛，只可惜遇到了我君无艳。灵蛇缠绕，啊！打闹到此为止了，兵器破碎，看你如何还手。还早着呢，超级加倍，生成巨化之术。你这个吃货到底带了多少糖葫芦？破法剑击，好快的速度！少主，哥哥，修士打斗点到为止。难道还想伤我妹妹不成？原来是地宗少主君无傲，此人和我一样也是化灵期境界，实力不可小觑。许久不见，张师兄还是这样气质无双，在下自愧不如。不过张师兄纵容自己妹妹伤人，恐怕不妥吧。打斗刀剑无眼，伤人在所难免。还有，张罗燕不是我妹妹，其实她是已经附体了。张毅为何不承认兄妹关系？难道别瞎耍赖了，你叫张毅，他叫张洛燕，你们都姓张，还不是兄妹吗？可恶，身在福州不知福。有妹妹的人请照顾一下没有妹妹的人的心情。那么可爱的妹妹不要可以给我呀。不管如何，纵容妹妹就是当哥哥的过错，理当替罪受罚。紫云神功，多远些，我来对付他。平时学来的法术能力，如今正好派上用场了。六道通天指，破！不好！哥，厉害！师兄哥哥威武霸气。我还没出力，你就不行了吗？同样是化灵初期实力，
张毅为什么压我一筹？难道是至尊圣体的力量优势吗？道还没论呢，张师侄为何先溜？是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吗？糟了，青莲老妖婆追来了，刚才使用法术消耗了大量灵气，怕是无法脱身了。大姐姐又来了。张毅，乖乖跟我学乱道，不要逼我硬来。看样子张毅得罪了人称蛇蝎美人的青道长，这次看他如何收场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兄，连青莲道长都敢惹。青莲前辈是想让我论什么道？论哪个道？道，当然是论三千大道，论道门的经典。门派人多眼杂，不能暴露真实目的，否则犹如我圣洁的长老身份。该论的早和前辈论完了，现在我和师妹没了久留的心情，就先告辞了。得想办法杀一杀张毅的锐气，否则我帝宗从此再无颜面。那个张洛燕别想跑，我和他的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到嘴的鸭子绝不能让他从我的手中逃走。我真是太难了，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什么帝宗弟子你不爱，非要在我身上找存在呢？你什么都好，但你不是我的月瑶师尊。所以我只是一个前辈。不，不对，你偷拿我的贴身衣物分明就是喜欢。不过没事，我能理解你这种羞涩的年轻人。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师兄哥哥原来是……没想到张毅师兄还有这种特殊癖好，在下佩服佩服。除了哥哥之外的男人全都恶心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别害羞了，我只是单纯好奇，拿走研究而已，现在我就物归原主。这没了，看来完成任务的时候变态系统把那东西回收走了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你拜我为师，我们可以天天谈经论道。老妖婆，休想抢我道宗弟子。张毅，正义的我们来接你了。两位护法长老姐姐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哼，我的地盘岂容你们乱来，道宗的人不配在这里撒野，只需一招秒杀你这个老妖婆，受死吧。我走。啊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完了，芭比 Q 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就算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。青莲妖婆，不要得意忘形。道宗月瑶在此，休要动我弟子。张毅，我们把宗主请过来了。出来混，迟早要摇人的。师尊。师尊，你太美了。老女人来了。无情仙子和传闻中一样美。我开始嫉妒张毅有这么好看的师傅了。哥哥不许看。哇，好美，不愧是无情仙子啊。我要加入道宗，我也要有美若天仙的师尊。啊，果然只有这么美的师傅才会教出帅的张毅师兄。他好美，我好羡慕。青莲，后辈切磋论道，我们做长辈的还是沉默为好。可是你的好徒弟很主动啊，偷看我沐浴，还拿走了贴身衣物。完全一派胡言，我徒儿修的是无情道，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张毅师兄为人高尚，怎么会偷青莲长老的衣物？说不准他是一个衣冠禽兽。张毅师兄如果喜欢。张毅厉害，轻松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。这大型社死现场。不管如何，今日论道已经结束，
帝宗就该让我徒儿张毅离开。希望你作为长辈不要以强欺弱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强的威压气息，这老女人的境界实在是恐怖。宗主在闭关修炼，我依然无法与她抗衡，看来只能退让了。老女人，今日支持，来日必将加倍奉还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手得到张毅。无论日后如何，我今天只想看到张毅毫发无伤的离开。先行告辞。啊！毫发无伤的离开是吗？那我额外送他点东西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张师侄啊，拿上本道的特产，然后离开帝宗吧。喂，我不要啊！不用解释了，越描越黑。以后常来玩啊！张师兄，一路保重啊！这个是我的礼物，快请师兄收下。师兄，这搪塞就交给你，作为我们的殿前信物。师兄，这是我的。不用了，我真的没有收集衣物的癖好。完了完了，我纯洁的人设更崩塌了。罗燕，收下这头灵芝烤全羊，在张毅师兄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吧。罗燕美女，拿了这些水果，先递我的情书吧。罗燕妹妹，收下这份点心，辛苦把情书交给张毅师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这是天堂吗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走了，你个吃货。罗燕们，我还没收完美食呢。我终于回到了道宗，此行真是危机四伏啊！跟着师兄哥哥混真好，搞了这么多好吃的。张师兄，你终于来了，师尊在月影峰上等候多时了，似乎有重要的事情。知道了，师尊晚上找我，难道是想共赏美景，然后共度良宵？师尊好美啊！既然来了，就被躲躲藏藏了。师尊果然强大，轻松就察觉到了我的气息。少贫嘴，你在帝宗的论道至尊表现不错，不过只勉强算是热身。三天后，大周王朝会举办斩兽大会，这是一次更大的历练机会，值得你一去。斩兽大会，这是大周王朝举行的盛会，很多修士都会参加。觉醒重瞳圣体的那个叶浩然，一定也会去吧。叶浩然作为天宗的大弟子，又觉醒了重瞳圣体，自然会去参加大比。师尊放心，若是和他比拼，我不会给道宗丢脸的。以前文斗能赢他，未来武斗也是一样。很好，稳妥起见，我送你一把神兵利器，此剑名为阳剑，和月剑一起铸造而生，蕴含至阳之气，可斩万物生灵。今日赠送你。触发天命任务，把之前奖励的大道果分享给月瑶师尊，成功奖励 S 级诗仙剑法，失败惩罚被天雷击打一次，实现三分钟内。就算没有任务，我也会报答师尊的。师尊给我这么好的剑，我要报答才行，给你送一样好东西。休得胡言！师尊别想多了，我说的是这枚大道果。这可是大灵道树结出的果实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怎么可能得到？怕不是走了什么捷径吧？我和青莲道长论道赢了，才得到了此果。师尊，别管这么多，尽管吃了吧，对渡劫期的你很有帮助。世道无情，人心冷漠，要多为自己考虑。你随意把珍贵之物给别人，别人又岂会在乎你？可是师尊不是别人，还给了我一把远超大道果价值的阳剑。我给你剑，是担心你实力太差，在斩兽大会上丢了道宗的脸。好了好了，我明白师尊的心意，掰成两半，我们师徒有福共享，这下总行了吧？师尊如果不接受，今晚我就赖上你。啊，那我暂且收下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任务完成。奖励诗仙剑法已自动学习，
剑法居然由诗句组成，而且源源不断地涌入脑海，轻松就能领悟。日后有机会必须施展一下。啊，罢了罢了，我也无心和你贫嘴。大道果蕴含的气息好强，强劲的力量居然在不断冲击着身体。我与师尊一同享用。不愧是蕴含天道之力的果实，效果远超一般的天才地宝。张宇居然轻松吞噬吸收了大道果，就算是至尊圣体也不会如此之快啊。很好，有了大道果的力量加上师尊的阳剑，三日之后的斩首大会上肯定能打败叶浩然。莫要轻敌，据说长老们打探的情报，叶浩然目前的实力是高于你的。同样是圣体，叶浩然的重瞳实力竟然超越了我，难道他背后有什么高人指点？不过无论如何都必须打败他。师尊放心，我会慎重行事，小心对付他。嗯，后续出行接着让张落雁陪你历练吧。张落雁虽然坑了点，但实力还是可以的，希望这次斩妖大会他不再给我惹祸。真不愧是吃货，早饭就要吃掉一头猪吗？切，大师兄完全不懂生活，我去找真蘑菇一起烤了来吃。小心些，我们快到斩兽大会举办的地方了，妖兽开始变多了。起来比猪猪还好吃，怎么变成小萝莉了？人家只是吃了肉肉，哥哥姐姐应该不会把我怎么样吧？卖萌没用的，你要常怀一些实际的东西。不如吃了这个白嫩的小妖精吧，他吃猪猪，我们吃他，很合理呀。魔鬼，我绝对遇到了魔鬼。只能这样了。其实我是转世的神兽，白泽属于保护动物园，吃不得啊。啊，神族哎，那应该更好吃。唬谁呢？白泽哪长你这样？你分明是一个长着脚和翅膀的普通小萝莉。触发天命任务，收服转世的白泽，成功奖励15点法力，失败惩罚。张落雁变成狗，限时5分钟。系统认定他是白泽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收服倒也无妨，而且收服失败也没事，反正张落雁变成狗。落雁啊，身为道宗弟子，不要随便杀生，我觉得可以收服过来，让他当咱们的交通工具。那就当完交通工具再把它吃了。大姐姐，求求你做个人好。不想被吃的话，就乖乖被我驯服。驯兽术，
服失败，惩罚张落雁变狗，持续时间一天。大师兄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这是什么法术？失误，失误，纯属失误。看来普通的驯兽术无法收服白泽。风水轮流转，看你变狗之后还怎么吃我，吃我一脚。不对劲，都变狗了，为什么力气还是这么大？趁机试一试，和小萝莉签订主仆契约，这次一定行。好强的灵魂气息，竟然能强行和我签订契约。好了，小白泽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交通工具了。坏人，这就带人家走了吗？大师兄，我建议让他当应急食物，哪天饿极了就拿他开荤。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，以后就是可爱的狗狗了。还不都是你害的。好了好了，明天法术就解除了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乖狗狗，跟上我。你闭嘴。不去。真是江河日下，连一些弱者都来参加斩兽大会了。好好表现，本座会助你一臂之力。不用你帮忙，我也能在斩兽大会上夺魁。你之前强行让我觉醒重统圣体，已经触犯了底线。我只是看不惯至尊圣体，想让你也变强一些。不管如何，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力量。寄居在我体内已经三年了，也该离开了吧？离开？你在害怕什么？反正我是灵魂体，别人无法察觉。不知道你有一个贴身小姐姐。你哦，这不是天宗的叶浩然吗？都说叶浩然实力超群，如今看来怎么长着一副花架子呢？重瞳圣体拿去炼药应该大补吧。嗯，蝼蚁都不如的低等灰尘，不配活在世上。死不足惜。都是些低级的血。那些人只是开玩笑，叶浩然为何要痛下杀手啊？虽然叶浩然帅气无双，但是好可怕，好恐怖的男人。我再快点，慢点，再快点！完了完了，刹不住车呀！这都能坠机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好讨厌啊！张毅，至尊圣体终于找到了。叶浩然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道和道宗两位天才都到场了。听说张毅才华横溢啊，听闻前些日子他文笔赢过了地宗大公子。张毅最厉害的还是至尊圣体，简直是逆天的存在。肃静，斩兽大会即将拉开帷幕。哎，大会举办方来了。要开始了吗？是大周的官员。斩兽大会是三年一度的盛会，邀请天下年轻修士斩杀妖邪恶兽，为苍生除害。而斩杀妖兽最多者，大周会封为仙师，赏灵石百万。大周王朝属实是白嫖，借比赛的名义让修士们充当工具人，免费清理作恶的妖兽。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。张毅，曾经文斗输给了你，这次斩兽大会我誓要洗刷耻辱。你这是什么自信发言？这人和大师兄一样中二。丁，触发天命任务，
在斩兽大会上赢了叶浩然，成功奖励随机技能书3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经脉寸断，修为降低，实现3小时。打败叶浩然居然还有奖励，那我可要认真了。放马过来吧，我张毅只求一败。那就场上见。斩兽大会正式开始。我辈修士何时一战？都让开，所有妖兽都是我的。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妖兽吧。一把中二病，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万一惊动了妖兽大军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喂喂喂，我说你们两个把我当坐骑了是吧？别废话，马儿快快走，我们等着去宰几头妖兽吃。小浩浩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叫我叶浩然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先让那些杂鱼探探路，我们暗中观察敌情，然后把妖兽一网打尽。很好，不愧是我血姬的宿主。啊，好像不是普通的妖兽。我感受到了浓烈的妖兽气息，连气氛都开始焦灼起来了。这准备应战。是化灵期的妖兽柴卷王。倒霉，开始就遇到这么强大的妖兽。高手总是在危难的时候出现，而我就是高手，这条恶犬由我来终结。是马仙师，上一届斩兽大会的魁首。有马仙师在，不管什么牛鬼蛇神都得灰飞烟灭。200多斤的修士都握不动我一个手指头，区区一条断脊之犬也只能阴阴狂吠，被我蹂躏致死。看好了，修仙讲究的是化境，四两拨千斤，我这一招名为千鸟闪电，此招一出，恶犬必死无疑。准备好接招吧。你不讲武德，搞偷袭。马先师，哇，打斗得很激烈嘛。哇哦，大家都已经到场了。张毅师兄。张毅师兄来了。哎，好烦恼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我的小迷弟。张毅啊，那条恶犬交给你了。安息吧，我会为你报仇的，然后拿到斩兽大会的第一名。他死得好惨啊。喂喂喂，我可没死啊。糟了，他又来了。闲杂人等都让开，我来解决这道开胃菜。正好试试师尊送我的阳剑，趁其不备速战速决。什么逆天剑法，若不是我防御高，怕是要碎尸万段。我必须逃。哪里走，这条狗狗就交给善良的我们吧。你们不要过来呀。张毅好厉害，轻松击败了化灵期的妖兽。张师兄刚才挥剑的样子真帅，至尊圣体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要太迷恋哥，大家别忘了这次斩兽大会的任务。哼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好戏要上场了。不好了，妖兽大军要来了。张毅，你家的宠物也太能拉仇恨了吧。来不及了，妖兽要来了。你们两个怎么把妖兽全引到这里了？大家这样拼了，是时候入场了。杀戮时刻到了。之前系统奖励的诗仙剑法正好派上用场了，诗仙剑法洪流剑气。不是吧，这灵气竟然像洪水一般猛烈。哇，大师兄这是放大招的节奏啊。好强大的灵气，这就是化灵期的实力吗？惩罚结束，恢复人形。该死的变狗法术终于解除了，可以用双手吃东西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个魔鬼恢复人形了，以后怕是要欺负我了。张毅随手挥剑，竟能释放这么多灵气，这一剑估计斩杀了几百只妖兽吧。
不，从气势来看，有3000多只妖兽丧命了。啊，张毅这一招不只是灵气而已，还混合了某种诗词的力量。好想抓到张毅，然后把他的血狠狠榨干。哎，无敌真是寂寞，没有什么是一剑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剑。好放肆的老虎居然来捡漏，叶浩然好像在对面，不能让他抢了这只猎物。他是我的猎物，这老虎我吃定了，神仙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快用重头能力。张毅，我和你不死不休。啊，这就摊牌了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。接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上限有多高。叶浩然比我想象中更强一些，真是个不错的对手。都是你比我大，原本不想用血瞳的力量，受死吧。没有劲，重来。这么小的力气还想赢我，你在白日做梦。哼，几剑法没用的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大家都散开，小心被误伤。这就是两大圣体的较量吗？太强了。比起张毅师兄，叶浩然的招式更像是魔教中人，很难看出他们谁强谁弱呀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也算是见证两大天才的对决啊。哼，想偷袭？孽畜滚开，我没空调教你们。滚开，轮不到你们入场。再来。还飞刀暗器是吧？你们天宗的手段真是高明。必须阻止他们，否则大会无法举行下去。哎，战斗如此激烈，估计很难阻止。两人已经杀红了眼，怕是没有妖兽敢去附近撒野了。终于被我拆招了，在重统状态，看清你所有的破绽。开始是谁说不想开挂的？嘴上说着不想，身体倒挺诚实的嘛。为了和他僵持下去，我必须发挥至尊圣体的爆发力特点。别以为开个红眼特效就能所向无敌。同样是圣体，至尊圣体的力量居然更强一些。两个天命之人里还是张毅更强，不过叶浩然求胜的欲望更高，倒是可以利用一下，帮我统治修仙界。住手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斩兽大会提倡的是诛杀妖邪，不是私人决斗。两位点到为止，大会已经临近结束，还是比赛为重。啊，什么？这就要结束了吗？啊，大会快结束了吗？还没吃够呢。啊，还有点饿。斩杀妖兽的数量绝对赢不了我。是吗？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我开始统计斩杀妖兽数量。这怎么可能？叶浩然，斩杀妖兽3600只。张毅，斩杀妖兽3650只。其余参赛者均是斩杀1000只以下。本次斩兽大会，张毅成功夺魁，获得仙师之名，赏100万灵石。可惜了，虽然赢了比赛，但和叶浩然打得还不够尽兴。奇耻大辱，在续集的帮助下，我还能落后张毅50只妖兽。张毅师兄逆天了，轻松斩获了魁首，名利双收，真令人羡慕呀。哎，叶浩然生不逢时啊，遇到了天赋更好的张毅。陈师官干得不错嘛。大师兄，商量个事儿，把奖励的零食分给我们一点点嘛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再说，都低调些。叶浩然落败，任务完成，奖励30点法力，随机技能召唤 2PG 灵气火箭筒。30点法力我能理解，相当于提升综合实力，
但是 RPG 灵气火箭筒是什么黑科技？系统召唤了地球的武器吗？失败不会是永远的，下次战斗我要让张毅死。哼，放心，今晚我会帮你复仇的。叶浩然，你丢光了为师的脸，我暗中观赛许久都没脸出来了。你也配来讥讽我吗？堂堂天宗宗主，目光短浅，只会坐享其成，却不会培养弟子。我只问，汝与废物何意？无礼，大逆不道，简直不把为师放在眼里。师兄，你太过分了。师兄，你这是要背叛天宗的节奏啊。有朝一日，我会屠尽天下人，重建修真界。终有一天，不是我容不下这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没有资格容下我。这两个吃货居然把我迎来的灵石当零食吃，这群女修士也是人才，一个个过来庆祝我就算了，还非要喝酒，重点是不胜酒力，全都醉倒在地。难道等待将会错失啊，张毅师兄！张毅师兄，别让等待成为遗憾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！张毅师兄真乃君子。张毅，我来了。叶浩然干不过你，我血祭还能收拾不了你吗？强大的至尊圣体，这令人疯狂的血气味道。触发天命任务，降服隐身状态的敌人，成功奖励毒药含笑半步丸，失败惩罚随机失去一样器官，时限十分钟。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了隐身的敌人，听系统这么一提，确实感觉房间气息怪怪的，而且脖子凉凉的，但是遇到未知的恐惧不能怕，必须微笑着面对它。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发制人。被我抓到了，我好像推倒了隐身的敌人，落到了我张毅手里，是你的不幸。我居然被他推倒了。张毅的气场好强，我完全动不了。奇怪，怎么有点 Q 弹的手感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滚开！灵魂状态下，张毅不可能赢得了我。哼，洞察术，附近有攻击产生的气流。被我捕捉到，应该是腿部。无耻张毅，用了什么奇怪的法术，居然能洞察到我？让你尝尝我的利爪滋味！大家快闪开！危险！啊，张师兄，我受到攻击了。原来张毅师兄喜欢。不是我干的，你们误会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兄，你是要非礼良家少女吗？谁在吵吵，打扰了我的美梦。人流眼杂，必须尽快离开。敌人的气息在那里。等等，我好像抓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这一刻，我如同摘了禁果的亚当，我仿佛碰到了神的力量。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冒犯。张毅，下次我绝不轻饶你。降服敌人任务完成，奖励能让人陷入癫狂状态的神秘毒药含笑半步丸。白挨了一巴掌，我又没看清长相，而且怎么突然任务完成降服敌人了？难道对方的内心已经破防了？刚才房间的气息很奇怪，应该是来了灵魂体。修仙界有很多游荡的灵魂体，他们生前是强者，死后依然具有意识，存在部分修为，不同于孤魂野鬼。原来如此，你懂得真不少，以后就叫你小爱同学或者 Siri 了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神兽白泽，通晓诸天万物的法则，绝对的学霸。
不过来者到底是谁呢？路过找茬的未知的敌人，又或者是叶浩然背后的神秘力量？有机会必须调查清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出去找张毅了吧？找他又怎么样？他还没了我呢。喂喂，你这个木头，难道不嫉妒吗？不生气吗？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小姐姐吗？不喜欢。哦，那你喜欢男的？更不喜欢。一切都不重要，我只想除掉张毅在内的所有阻碍，迟早有一天，整个修仙界都会为我折服。都说张毅修的是无情之道，对比之下，我感觉叶浩然才是真正的无情。看样子，未来注定是叶浩然和张毅的气运之争了。哎，终于回到道宗了。师兄回来了，听说你拿到了斩兽大会的魁首。不要靠太近，小心师尊以为大家在搞暧昧。落叶师妹，外面有什么好玩的？好玩的没有，好吃的挺多，我吃了好几头妖兽呢。哇，别摸了，人家要被玩坏了。这是什么可爱生物啊，好好捏啊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，张毅随我来，为师有事要说。是师尊。师尊居然主动叫我，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能在斩兽大会上赢了叶浩然，也算是迈出了修行之路的第一步。不过对手落败后会渴望复仇，不断努力变强，所以你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。弟子明白。修仙界有三千大道，天才无数，未来除了面对叶浩然这个大敌，还有其他敌人，只能所求天命，追求更高的境界实力了。另外还有一事，以后别再沾花惹草，别忘了你是我月瑶的弟子，修的是无情之道。之前你和青莲道长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。师尊难道吃醋了？吃醋？无论怎么样我都喜欢师。逆徒，没想到你还是死性不改。师尊你干嘛？哎呦，师兄。哎呀，落叶，你为何站在这里发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大师兄，我大师兄，我被人逼婚了。喂，有话好好说呀，不要动手动脚，逼婚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父亲来信让我履行婚约，准备十天之后嫁给大周当朝的太子。原来如此啊。张落雁是大周将军的庶女，据说被当成权力工具，从小和太子签下了婚约，看来此事是真的。大师兄，你来当我的郎君如何？这样我就有了退婚的理由。离谱，这是让我立了太子的节奏啊。没有办法了，师兄帮我一次嘛。胡来，若是被师尊知道，我们两个都要被逐出师门。张毅、张落雁，你们在干何事？在道宗左拥右抱，成何体统？师尊你误会了。师尊，我和大师兄结为了夫妻，准备回去面见父母呢。结为了夫妻？大师兄别发愣了，我们去带上白泽一起私奔吧。喂，你慢着。要走便走，你们两个归来之日就是为我处心之时。师尊，要不要把张落雁那丫头抓回来？简直不把师父放在眼里。哼，一定是张落雁诱惑大师兄，张落雁造反了，竟然和我们抢大师兄。哼，算了，等这两个孽徒回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刑罚处置。啊，这张毅到处沾花惹草，是时候让他体验一下被别人误会的滋味了。还尽一切情债，他就能脱俗求真，明白无情修道的好处了。
你这个坑货，害我被师尊误会，这下还怎么回道宗？人家没爸爸嘛，大师兄肯陪我出来，还是心疼人家呀。造孽呀！我真被师姐们宠爱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结果被你们拉出来了，我只能是坐骑的命吗？死心吧，落叶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当你郎君的。触发天命任务，扮演张落雁的郎君，帮他成功退婚，成功奖励神之笔，能具体现化物体的神笔。失败惩罚，每天被雷电袭击，实现两天。系统不做人了吗？故意想看热闹是吧？虽然奖励很诱人，但我一身正气，不会为五斗米折腰，为了奖励忍了。我说落叶娘子啊，咱们再加速一下，我着急帮你退婚。啊，好啊，郎君。秀恩爱是吧？疯狂喂我吃狗粮，把我白泽当狗啊！话说，你为什么喜欢吃糖葫芦啊？这个嘛，其实和我娘亲有关。我娘亲被人排挤，沦落成仆人。小时候，我和她住在柴房，每天做辛苦的家务。落雁长大了还帮娘干活，每当不忙的时候，娘亲就会拿出节约下来的糖给我做糖葫芦吃。糖葫芦好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美食就是糖葫芦，后来娘亲中毒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人给我做糖葫芦吃了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糖葫芦，每次吃的时候我都想到娘亲。放心，你娘亲在另一个世界肯定好好的，你要开心点，让她看到你无忧无虑才会放下心来。谢谢大师兄，我会振作起来的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我一次次的连累你。我已经习惯了你这个小坑货，再说了，师兄保护师妹是应该的。终于到了，这里就是将军府啊。小姐回来了。她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？好帅啊。难道是小姐在外面养的汉子吗？啊，那个人气质非凡，应该是修士。不孝女，你还有脸回来呀？哼，这野种还有八天就要婚礼了，今儿才来。哟，杂种张落雁回来了。爹，我已经和师兄喜结连理，让太子退婚吧。什么喜结连理？你们这是离经叛道。小野种翅膀硬了是吧？连你爹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让你嫁给太子就乖乖听从安排，不要胡来。一个靠皮肉上位的家伙也配说我？当年你排挤我娘，把她打入柴房，害我艰苦的生活，后来我娘中毒身亡，和你也脱不开关系。小野种不要胡说。臭妹妹，我看你是找打。落雁怎么和你娘说话的？你们莫慌，我有办法能让你堂堂正正地处置他们。控身术开。怎么回事？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。之前系统奖励的含笑半步丸派上用场了。你往我嘴里弹了什么东西？娘，张毅休要放肆，别以为你是道宗大弟子我就动不了你。哇，大师兄为他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含笑半步丸可以让人陷入痴呆状态，乖乖言听计从。爸爸的妈妈叫爷爷。娘。啊，夫人。爸爸的哥哥叫叔叔，伯伯的老婆叫妈妈。臭婆娘，我问你，我娘的死当初是你下的毒吗？
是又如何？他死了，我才能安稳的上位，让你爹断绝对他的想法。什么？果然事出蹊跷。娘，我不但害死你娘，还要让你嫁给太子，当我的赚钱工具。臭女人，我要你死！娘，洛燕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后娘罪不至死吧？无能的废物，心疼你的女人是吧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张洛燕以后没你这个爹。今天难免一战了。你们张府还真是热闹啊！我来对时间了，洛燕妹妹何在？快来迎接你的未婚夫。听城里消息说，洛燕姐姐和张毅都来了。恭迎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张洛燕杀我娘亲，你要为我做出惩治他呀。走开，本王是来找洛燕的，不管尔等的杂事。啊，这就是现实吗？一条血淋淋的人命，在太子眼里什么都不算吗？洛燕姐姐，好久没见你了。多日不见，很想念沉鱼妹妹。一个张洛燕，一个沈沉鱼，这两个家伙绝对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。张毅，这就是张毅哥哥吧？我的寝宫还收藏着你的画像呢。有一说一，你真人比画像长得更帅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沉鱼公主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这个沈沉鱼是自来熟的性格呀。在斩兽大会上获得先师之名的张毅，我认得你。今天亲自来是要把洛燕托付给我吗？我是来帮洛燕退婚的，小孩子禁止早恋。本王今年16岁，是明媒正娶。再说了，我沈长清喜欢的，谁敢反对？我反对哥哥，支持洛燕姐姐退婚。我反对，我不喜欢太子，我要退婚。陈宇，怎么连你也反对我？哥哥没有权利逼婚，洛燕姐姐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。我被修饰以德服人，不如这样，来一轮同级的决斗啊！若是我赢了，太子解除婚约；若是我输了，我便不再多管闲事，如何？如此甚好，给你道宗一个面子。嘿嘿，我手下有高手无数，还能怕了张毅不成？我替太子来战。张毅，拿命来！因为有这个道宗的张毅撑腰，张洛燕才敢杀我娘，此人罪该万死。抬走，下一个。何儿，爹，孩千岁为敬。张何也算金丹期的少林高手，竟然被一拳轰飞。张毅果真拥有化灵期的实力，我不能轻敌，得拿出底牌了。出来吧，四大金甲护卫。来，主修力量的历史不能被他们围攻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弟弟，女儿啊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碎了，这是什么下三滥的打法？呵呵，不愧是师兄，够缺德。还真是有趣，虽然手段无耻，但是技巧很好，看来张毅有体术的基础。开什么玩笑，区区修士却比我们历史的力气还大。拼了，为我们的弟弟报仇。莫要忘了，力量可是至尊圣体的天赋之一。好拳脚，我来亲自挥挥你。Sorry， 太子也得挨打。好大的胆，直接暴打太子啊。小伙子，你路走窄了。这就是道宗的人吗？他真的好勇。你等等，这一拳虽然重了点，但是莫名的舒服啊，好爽啊，比怡红院的服务还棒，本王的任督二脉舒畅了很多。对待太子这种尊贵的人物，就要用尊贵的武器。
试一试之前系统奖励的火箭筒。我去，不做人了，连法器都用上了。啊，好快，根本来不及躲闪。师兄在放烟花吗？好舒服啊，张毅的法器居然有淬炼身躯的功效。防御好高，而且不对劲，你那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表情？变态，再来，本王好久没有这么兴奋了。游戏到此结束，再打下去我怕你们大周绝后。张毅，你来真的啊？我认输。好耶，大师兄赢了。老哥好逊啊，和张毅哥哥比完全是自取其辱。君无戏言，履行你失败的承诺，退婚吧。沈长青是有什么挨打变强的正体吗？我手都打痛了。张毅，不是大师，易大师，您就是神呐。张毅才华横溢，身怀圣体，左右神器，还懂得战斗技巧，如此完美的男人分明是上天赐给我的引路之神呐。嘿，我摊牌了，让我退婚可以，但张毅师兄必须收我为徒。嘿嘿，张洛烟和我未来的修行之路相比，还是修行更重要，必须抱紧大腿加入道宗。抱歉，道宗暂时只收女徒。既然这样，那您当我大哥吧。我没听错吧？太子要拜一名修士当大哥？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的太子居然认张毅当大哥？太子殿下三思啊。我与太子不打不相识，就当兄弟一场了，之后还想探索大周皇室，和太子缔结关系正好有了机会。太好了，大哥放心，我一诺千金，以后不会再为难落叶。师兄帮了我好几次，而我平时还总是惹祸，真不知道如何偿还他才好。退婚任务完成，奖励能现化万物的神笔神之笔。哎，系统判定任务完成，看来此事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张毅哥哥道宗只收女徒的话，我能加入吗？啊，这加入道宗就能接近张毅哥哥了。太子和公主都想赖上我吗？触发天命任务，帮助沈晨瑜加入道宗，拜入月瑶师尊门下，成功奖励50点法力，失败惩罚修行速度减缓30%，实现2天。狗系统，让我帮沈晨瑜入门就算了，还要师尊收他为徒，当我是神呐。不过为了属性奖励，为了不被惩罚，倒是可以搏一搏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会把你引荐给我师尊。哇，张毅哥哥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好羡慕妹妹啊，凭什么道宗只收女徒啊？太好了，以后能和陈瑜在一起潇洒了。希望早点入门，好想陪张毅哥，不是陪落雁姐姐。怎么破？真是让人头大，让师尊收徒几乎不可能呢。陈瑜，你离开帝都没事吧？放心，我父皇不会管的。来也坐骑，去也坐骑，啊，我命苦啊！两个妹妹在我怀里，我能波澜不惊，也称得上君子了。张毅哥哥，你的什么东西碰到我了？我身上带了很多法器，颠簸起来可能哪个碰到了。哇，好开心，和张毅哥哥贴贴。